你会开始在这个开端上面，那你势必是要好好的补充自己新年的能量，才能为你新的一年带来好的成绩，或者说有更好的体力、更好的心态去追求你想要完成的目标。紧接着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样的牌阵？它其实跟大家的身心灵是有相关联的哈。过年呢，顾名思义呢，它会有一系列的假期，叫做年假。那大家呢，往往想说这是一个浪费的时间，然后对大家呢送往迎来啊，或者跟久没有见面的亲友，不管你喜欢他，你不喜欢他，总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哈。可大家都往往忘记了一件事情。就是呢，这也是一整年难得的一个连续的假期，而且在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在这个开端上面，那你势必是要好好的补充自己新年的能量，才能为你新的一年带来好的成绩，或者说有更好的体力、更好的心态去追求你想要完成的目标。那么今年要抽什么牌阵？看一下桌上这张牌哦 ，A、B、C、D。我们心里面想着一个问题，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农历年节啊，年假期间呢、啊，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或者说参与什么样子的活动，或怎么样对待我自己的心理，可以得到最好的充电。想着这个问题，农历年期间呢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，去什么地方，或者什么方程式可以让我呢心灵得到最好的充电。那你可以先把你的画面按暂停哈，然后看一下这张牌，再来一次 A。B、C、D， 那等一下呢？选好了之后再继续来播放，我会解释给大家听。好，来第一张啊，第一张抽的破军星，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你可能有很多想去的地方、想吃的东西，或者好好的想让自己放松一番。然后呢，固然的话来讲，就是久没有见到朋友跟你见面的话，你会觉得很开心。可问题是你想尝试的东西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？你不如就顺从自己的内心，不用去管这些教条。你只要确定不要伤害到别人，你连假期间就好好的放松一回吧。那在放松的过程中，你当然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以及受假之后的状态能不能立即的恢复哦。在这两件事情不及的状态之下，我建议年假期间呢，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什么事情，只要兼顾好，不要伤害到别人，那其实基本上呢，就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。那抽到 B 上牌面的人呢，是太阳星，他告诉你什么样的事情？很多事啊，你要做就不要写了。要做也就不要说，为什么呢？像这张牌呢，他会很照顾别人，用自己的方式去对别人好，或者说兼顾了传统的这个部分。可问题说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接受这样的东西，那你自己也会很受伤。但太阳星呢，特别是年假大家团聚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会聚在一起，因为会发挥这样的天性，想要去照顾别人，兼顾中间的这样子，好像大家来往这个状态。这提醒你什么样的事情？提醒你呢，你需要休息，不要让自己在为了别人而忙 ，OK 吗？注意好，要注意休息，然后在心里面有很多呢自己的想法要放下。过年期间呢，连假期间呢，最重要的是休息。第三张牌呢，如果是抽到廉贞这张牌，廉贞这张啊，固然呢在廉假期间呢，你要去注意，你还是有很多想要去体验的东西，或者说你同时你也不会觉得讨厌，你想要去跟人际之间相处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喜欢的事情，去散发你的魅力，去宣扬你的好处。可这件事情要去注意啊，抽到廉贞这张牌的话来讲，你会有一个态势，什么样子的态势呢？我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或是我太在乎跟圆满的这样的程度上面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来讲呢，你呢要适时的放过自己，你不是为了所有人而去服务的，就是不用去太去迎合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如果你累了，就可以离开。然后呢，有很重要的是什么事情？就是要有一段自己的时间哈。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me time。这个自己的时间，给自己的话独处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最后呢，抽到武曲星，
那年假期间呢，你怎么想？就是比如说，你可以编列一个预算，先审视一下自己的这个口袋哈。如果有足够的金钱的话来讲呢，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花一点钱是没有关系的。再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同时提醒你什么样的事情？凡事呢，可以不要那么照 SOP， 不要那么样子的僵化。可以呢，在这连假期间呢，反正都在休息的状态之下，让自己呢有一些新的尝试、新的想法，多去听一下别人的意见。你如果不喜欢，可以不要听，可是至少先说服自己可以去听一下。那再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凡事呢，先把这种务实的层面，我刚刚讲了吧，先盘点一下自己的口袋哈，把预算赚出来。这预算抓出来是你可以花的、可以消耗的、可以负担的范围的话。在过年的连假期间呢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要太自主比较喽。那看一下，就是这关于就是心灵程度上面怎么样子去休息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子去满足这种富足的状态。不管是破军星，我想说，你不如就好好在有范围的状况里面放松一段时间。太阳星的重点是好好的休息，廉贞星的重点是你需要有自己的 me time， 就是给自己的时间。戊戌星呢？不要太极致了，就是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呢，就是自己的承担范围之内呢，对自己好一点点，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享受。那祝福大家呢，过了这个年假之后呢，都可以呢心灵富足，然后满满的活力迎接新一年的挑战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到这，如果任何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，那我们看到好好的回复，谢谢大家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呢，事事顺心。